哎，我们最后一 round， 我们玩板车好不好？你说我们还是观众们？观众们，我们玩板车直接不用到，大家。这个是豹哥要求的。没关系啊，如果没抢到房间的朋友，等一下再聊一下会有抽奖啊，大家不用怕。人是会有抽点数，所以记得赶快追踪好不好？啊，豹哥那边也可以追踪我这边，这样的话你两边都可以抽，两边都可以追踪。对，两边都可以抽哦。他那边多，他那边100人是那边的事哦，我这边多100人是我这边的事哦，所以你们可以两边的两边是同时抽。没有错啦，这叫蝴蝶一起来抽，赞了。顺便叫头哥一起来抽。抽起来，抽起来。好久没跑票，好不习惯啊！气好少哦，很少吧？为什么有人开气了？哦，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讲，你知道我这边，这样，我聊天是在刷屏追踪。你说成功追踪，不再错过下一场直播。对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，追踪仔。好不好？豹哥，你那边有多吗？我这边也是全部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复制贴上还是没有，那个是追踪之后会自己显示的。好吧，那就是我这边也有啊，全部给我追起来哈、啊，追起来，追起来。用电脑版的话，两边抽是蛮方便的啦，但电脑版会有一点点延迟，现在看，所以推荐大家用手机去看。推荐大家可以用电脑版追踪，用手机看直播，这样是很烫。不会啊，蛮好的、啊。可以。我哎、欸，我这边说超多的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复制贴上还是怎样，因为我一直看到同一个人一直在打同一句话。成功追随，不再错过下一场直播。我看同一个人一直在复制贴上，到底是怎样？追随，然后退追随啊，俩点。看一下我在的，工作管理，我把那个调成那个好了。哎、欸，如果我手机开直播了，然后我用 OBS 开了，我手机可以做其他事情吗？可以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关掉，你直接把按、okay. 你按叉叉把它退掉也可以。OK， 那嗯，只要你的 OBS 串流没有停串，就不会掉。OK， 哎、欸，第二张你选。第二张我选了，对啊，那我要选个经典的老图，不能输入重复的内容，哈哈哈，第二想复制，真是完全不会跑以前的地图了，这不是？你知道我没有 PRO 时期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从 R4 一路玩到 SR 的。那你知道我 PRO 拿了蛮多冠军的吗？哎、欸，那个207那个算是 PRO 还算 R4 啊？没关系，20什么？207啊？法夹弯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207 CC， 你之前不是有一个比赛拿车？哦，那个是 PRO 啊，那个雅马哈杯啊，雅马哈不是雅马哈吗？不是还有一个是标志207吗？标志207也不是我吧？不是你吗？不是我，那时候我还没玩、欸，我是 R4 的时候回来玩的。是啊，我记得那个冠军是
标志可以免费给你开十年的样子。然后十年后是吗？那个是柠檬啊，那柠檬拿到的啊。然后你知道他后来不是变成脚踏车吗？变脚踏车？对啊，因为他没满十八啊。太亏了吧，亏爆、欸！他没有满十八，那个奖品怎么办？被第二名拿走了？没有啊，就是那台车就是拍拍照啊，装装样子、啊。然后后来他没有那个啊，他不能开啊。然后奖品变脚踏车啊。好废哦！哎、欸，超亏，那个价值直接是。差超多的。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 PR 了，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 R4 了。所以雅马哈那一台是你拿走啊？没有，雅马哈有八个人，有八个人拿走，然后我是并列第八。你是并列第八，所以你也有拿走。我并列。嗯？啊？走，你是不是断线了？我刚才好像断线了，我刚才听不清楚。哦，你又回来了。什么并列第八，然后单挑赛赢了。所以你有拿走，嗯，所以你骑大 B 哦，我天，我两圈撞一样的地方，所以你骑大 B 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卖掉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有拿一台摩托车吗？然后那台摩托车现在停在我家外面。我记得那一台摩托车八万块，然后我还要自己缴一万的牌照税，还是什么那个牌？你那台摩托车你买的？不是，我之前有一个 SR 的时候有一个摩托车杯，摩托车大赛，然后冠军也是一台摩托车。然后那个比赛我是冠军，然后我就骑回家了。那你怎么不卖掉？啊，我本来想卖啊，有人开六万给我买啊，可是那个原价八万多，我妈都说要自己，她要自己骑。哎，我怎么这样？我们又输。停摆了，停摆了，停摆了，停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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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成功追随，不再错过下一场直播，刷起来，刷起来。我要选当初我夺下，不对不对，这张图也不是夺下，反正就是那时候比赛这张图好像掉下去了。大家记得啊，记得按追随哈、啊，现在的追随好像涨了不多。我记得我刚才你的档很多吧，你要重新进去画面刷新呢、欸。涨了一千啊，一千还不多，这样只能抽十张哎、欸。天很多嘞，可以抽十张哎，十张不够多，至少要二十张。我的观众朋友们也去报哥那边追一下、喔、直接抽起来。我的也是，你们也要去那边追。而且如果你想要看跑跑的实况的观众，报哥现在是1356的晚上七点到十点，有没有直接工商一波？帮你工商一波。可以。我的几点到十点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想看传说对决或者是什么武侠类游戏的，可以去找小草，他的直播时间是礼拜三、礼拜六，八点到十一点。我们这是商业互吹吗？不会啊，很好啊，太神了！啊靠！你怎么耍帅啊？没有，车子失控。可以，理解。差不多做保养了。哈哈哈！有人是说我不看一集超靠北的。不看一集是什么？理我啊！一个梗、啊。就是我玩那个武侠吃鸡有没有？然后不是，他跟 PUBG 一样，可以就是开那个所有人的麦克风。嗯。然后我就被一个大侠一套直接灌死，他直接喷我不堪一击耶，不堪一击。他喷你哦。对。他开麦喷你哦。他开麦喷我，真好笑。好屌啊！哎、欸，那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啊？好玩啊，只是优化很差。我还想要不要买一个？那个是免费的吗、啊？还是要钱？不是，700块，好贵哦，是蛮贵的啊。这局，哎、欸，你掉了，车失控，你掉了是不是？车失控，你掉了吗？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掉了？不要吵了。我刚好在看到一个红红的 R 点呢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赢哎、欸，哇你。哎、欸，我第一，我不是我第一眼没有吧？不是2-1吗？
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旧的东西融合新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跑这个。能跑吗？有肿一点。欸，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这台车跑这种图比较好跑，你知道吗？好跑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卷掉了，而且可以直接走过去。对啊，超赞！而且这里还不会飞起来，这里都会飞过头。那我觉得可以。真的好开多了，好开多了。有人重复？有人重复吗？没有吧？能重复吗？重复他也不会拿到两张，对啊，所以重复也只能拿一张啊，没关系啦。那个不要一直刷屏哦，这个无浪。欸，讲到无浪，我刚才才看棒球大联盟啊。真假的？对啊，那个我看了两次嘞，那超好看。可是他现在电视上面做，就只做到他还在那个大联盟，可是他还没有生病，就他熟，没有买版权吧？我猜，我就跟一直做到《火影忍者》永远只播前面的那个啊，中人考试啊，那个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啊，那个《头文字 D》永远只播前面一样，对啊。因为播那个三角锥那边神奇超车，铁锅盖跑法永远播那边。可是我记得我有看到《头文字 D》有播完过的，有播完？有，我有看过有播完的。嗯，我记得是东森吧，还是哪里啊？我记得这样这台车都可以跑那么快啊，很难跑哎。这车好好玩哦。欸，不会这样又输吧？怎么又二三四？我觉得你可能会回不来。我尽力了，我也尽力了，我根本追不到，太夸张了。你，我已经没有怎么输了，我想赢哦。觉得我已经跑很快了，你没有？哎，他们到了，没到五汤，他们到了，谁赢谁赢？应该是二三四五六了。啊，快赢了！哎，这我没办法。哇，欸，截图，这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然后再提醒这一些有三场里面有赢下来的玩家们哈，记得私讯我或小草粉丝专页，然后私讯的时候记得附上一张你游戏内的截图，这样证明说你是这个 ID， 那再来找我们领奖啊，要记得啊，没有截没有啊，对，没有截没有，要记得附上你自己的 ID， 不然的话大家都可以私讯，这个是要审核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中，然后来私的话也是没有用的。